is my light, my strength, my song。 在我认识你以前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只缺一个妻子，只缺一个配偶。但是认识你以后，我发现我自己是如此的不完全，我发现自己的性格有很多的缺陷，我发现我自己能力很多地方是不足的。我虽然不配做一个丈夫，但是我感谢神他将你赐给我做的帮助。圣经里面说，神为男人造了一个女人要帮助他，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帮助。诗人说耶和华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感谢神赐给你，你是他给我的恩典，让我知道我自己是不足的，不配的，而他赐给你做我的帮助，使我跟你，我们两个人在他里面得着完全。我爱你，正如你爱我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Yeah, da da da。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转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很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捏捏你的笑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转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神既这样爱你们，你们也当彼此相爱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神将他的灵赐给你们，从此就知道你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你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你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我曾少凯，现在娶你张雨思为我的妻子。我张雨思，现在嫁给你曾少凯为我的丈夫。从今日起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足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我必爱你，尊重你，为你舍己，顺服你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直到在死的形状上完全与主联合的日子。愿创造天地设立婚姻的父上帝，永生神家中的元首基督耶稣，圣徒的安慰者，圣灵保惠师，用他慈神爱说保守你们的婚姻，从今直到你们在死的形状上完全与主联合的那日。阿们。张雨思姊妹结婚典礼礼程，请各位起立，欢迎曾少凯先生与夫人。